识到你被绑架。你要干嘛？我要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？先走再说。你在搞什么啊？走。准备好了吗？三、二、一。大白这个很清醒。我是大白，我要抱抱。当你当阳光照亮视线，一切黑暗就会随着光破灭，充满希望的双眼。拿掉我的手套，就是更清晰。我的世界没有后退。头套让我明显了。继续奔跑，奔跑，奔跑。彩虹棒棒糖。我的世界不后退。你还有多少？你到底装了多少？这是一个能够变棒棒糖的大白，你想不想要彩虹棒棒糖？想。想。妈呀！没有来，没有举手，举手，没有了，大白没有了。我是何自恋，咬牙切齿的地牢，迫切渴望的祈祷。找一个男朋友，冬天可以陪我一起吃火锅，夏天可以陪我一起吃雪糕。谢谢啊，谢谢你陪我玩了一晚上。我上次放你鸽子，说好要赔给你的。我今天好开心啊。好了，说说你吧。我？你最近其实是一直有心事啊。你就是不跟我说，其实你没时间陪我也好，我觉得这都不重要，但是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你一定要告诉我，就像你之前帮我一样，我也想帮你分担。让我沉醉的，对不起让你担心了，其实就是老林给我出了一个难题，我还没想清楚答案，所以我想找到更全面的答案，这些事情就暂时保密。是保密的项目吗？是你刺破黑暗，奋力唱出新的语音，带我触碰一笔